是开封灌汤包子，一千多年前在北宋东京汴梁的市场上就有售卖，快来看看我是怎样养成的吧。我的制作工序精细，用料讲究。师傅擀起我的外皮能飞起，我的内在需要精心调配。猪后腿肉四分肥六分瘦，顺时针打至上劲，分次加水。你看我歪斜提起像刀浪，放下四菊花那是一折一折往上搓出来的，一般有18到23个折。成型的我还需要上锅蒸个桑拿。经过这些工序，我已经变得薄皮大馅，灌汤流油，软嫩鲜香，让人欲罢不能。